回想起来，其实都是幸福和美好的回忆。冰上是我的精神乐园，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像爱人般的存在，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美好的一天开始啦！这样子光芒才出现哦。为了我们共同期待的明天，一直奋斗下去，干杯！ 谢谢两位，哇，好美的歌声啊！然后你知道，就一般呢，到这样的时刻啊，连那个纸花都满天飞的时候，一般就是 say 拜拜的时间哈。但是 no， 这不是 B 站的风格哈，我们还会有惊喜要带给大家。所以两位今天是第一次见，我想问一下小美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以前我也听说你很想跟深深合作，那今天见到本人，你的心情如何？ 我也非常高兴，也很激动，刚才的合作，对，真的很开心，谢谢，谢谢，我也很开心，谢谢小美，好，那深深合作下来的感觉如何？<笑>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作为 B 站的 UP 主，我觉得我们很多 UP 主也跟我一样都有间接性的合作，所以我今天这样直接性的合作我也非常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算是小小的应该算是代表一下我们B 站的 UP 主，我想送小美一些礼物，也很开心我们在这里一起相遇嘛。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礼物呢？哦，赏礼物。谢谢礼物。哦，礼物。小美中文很好，谢谢。行不行吗？哦，啊，那这个是给小美的啊，这个是给小美的，对。哇，谢谢。这是一份百福图的剪纸工艺品，然后剪纸也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也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百福图呢，寓意多福，也祝小美老师在中国开心，吉祥如玉。吉祥如意，一帆风顺，一帆风顺，重新来，吉祥如意，一帆风顺，好，好，谢谢，谢谢。哎，那还有一幅呢？还有一幅呢？还有一幅，哎，林涵老师，您想不想要？我有这个荣幸吗？哦，暂时我们私底下我再给你。这一幅是给我们大家也非常喜欢的。特酷老师的，我们掌声请他上来。特酷老师，来，掌声欢迎特酷老师。在这边，在这边。特酷老师好。哎。而且，对对对，这是给您的礼物，谢谢，对，也是我们的剪纸艺术，而且也是因为这次合作，我才发现原来包括之前我们听的《未闻花名》的编曲就是特酷老师，是，对对对，哦，我这个我没有想到，所以刚好今天有一个十年前的编曲的感觉和今天一个全新的一个合作的感觉，我也很开心，是特酷老师送给我们的礼物，谢谢特酷老师，谢谢，我谢谢啊。刘先生，然后我是院长，院长，我也很高兴，很高兴遇见你，谢谢，对对对，包括还有，可是我要问一下，你为什么送人一只猫头鹰啊？猫头鹰也是一个福鸟来的，它代表的也是吉祥如意、一帆风顺的意思，它也更象征着像是。吉利啊，然后幸福，包括有学识，所以我送的是一个猫头鹰的剪纸，谢谢。好，谢谢。我听说特酷老师也很喜欢周深的歌，好像他很喜欢周深的《大鱼》，是吗？我们是不是有点严重的偏袋呢？大好きです。はい、大好き。好，真的哈，很喜欢周深的《大鱼》，那太好了。那周深，要不我们现场直接。交唱就不用了，我们就唱两句中文就好。哦哦，お願いします。啊，真的要。我必须还要说《极乐净土》也是特酷老师的编曲。哦，好紧张，今天一直在吃螺丝，太棒了。那三位也好，真的非常难得同台，又是在今天哔哩哔哩周年庆，所以深深你要不要带两位一起祝哔哩哔哩生日快乐，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一起好不好？中文一起，对对对，来，那就是哔哩哔哩14岁生日快乐，哔哩哔哩。14岁生日快乐，太棒了，中文好棒啊，小美，谢谢，我们也再次的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也送给特酷老师，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精彩，谢谢小美，深深留在台上，谢谢我们的翻译老师，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谢谢，好，我要把你留在台上。
你我听说你未来跟小美还会有合作计划，对不对？没错，我未来还会跟我们一位大家都很喜欢的好朋友，然后跟小美一起来合作。好，我们一起来期待哈，我们一起来期待。对，那我接下来我也想问你一下，我知道其实今天你来，你不仅仅是以歌手的身份，还是以 B 站 UP 主的身份来的，对不对？对，两重身份啊！作为 B 站 UP 主的时候，我是以歌手的身份在 B 站当。对，我没关系，就两重身份。我只要确认我问的对吗？对，两重身份哈。嗯。两重身份，所以不能只唱一首歌。哦，对对对，我接下来还会有一首歌，然后也包括像我们刚才就是《未闻花名》最后结尾那个视频里面，咱们瑞总说的那样，就生活会有悲伤，也肯定会有欢笑。然后每当我们所有人都回忆起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幸福和美好的回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也是送给每一个人，每一位 UP 主，每一位我们喜欢在 B 站玩的小伙伴，然后每一个听到我们歌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迎接属于我们的所有的光亮以及美好的回忆。谢谢，来，掌声送给周深，来，有请。谢谢谢谢谢谢。
谢你们就是我赢者的光亮，谢谢大家。 B 站14岁生日快乐。